你在谁家过？在你家过。当不当我妈是亲妈？比亲妈还亲。会不会打我？想打我也不敢打呀。哎，正面回答我。不打。会不会冷暴力？不会。毛毛，你这些问题都是上世纪的人结婚问的了，现在没人问这个了。快下楼吧。谁管钱？你觉得这个问题我现在回答合适吗？今天的主场不在这儿，在婚礼现场，我得赶紧过去招呼来宾啊。德禄啊，你要是赶时间呢，你就先去会场。我看你这是赶集，不是结婚啊。这集我们娘俩不赶。那我回答，我回答，家里钱你管。你这上面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，是我绝不反悔。毛毛，再不走路上堵，咱这婚就结不成了。还有，今天咱们是拼婚，咱得给上镜和李茂留点时间。走了，走了。路上，路上，路上。来，小心一点，那个婚纱。好家伙，孩子下来了，折腾半个小时，你赶紧去把李茂接去了。哎哎哎，快点啊！小白，哎，跟我走。哎哎。真漂亮，比您年轻时候还差点。嗯，等等。就这么就走吧？不走干嘛呀？按风俗来说，应该刁难一下新郎啊。哎，你们别愣着，快进来拦一下啊！弄出点动静来。毛毛和马东路那边啊，弄得可热闹了。妈，我跟上您都商量好了，掩耳盗铃的事就不干了啊。走吧。不行，这不是掩耳盗铃的事儿，这是习俗。所以呀，该干还得干，要不然呢不吉利。毛毛，阿姨说的对，这习俗呢是先苦后甜的意思。不过呢，火焰山哪儿取得着真经啊，对吧？这样，你刁难我一下，我呢把你从27楼背下去，这比毛毛和马德禄那难多了，行吗？行。走你！走！别看，别看。我妈他们没跟上来，你赶紧把我放上吧。哎，这哪行啊？新娘子更不能找地儿啊！没事，我不赖。哎，李掌柜呢？嗯，他不来了。也许他看不了我出嫁的这个场面，他让我跟你道个歉。应该是我给太老心才对。哎，走！哎，走，慢点啊！哎，谢谢啊！谢阿姨，上车上车啊！这我一会儿师傅嘛，这李茂上您这就迎上去了，马上下来了，还得上去迎去。哎呀，你让他快点啊！管总指挥在那边已经催了好几回了。啊，先上车等吧。上车等，上车等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那我先上。好好好好，我先上。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哎，别快了，小心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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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哦，太棒了！哎，行，您开车啊！好，哟，没带本啊？我早就给您拿好了。得嘞。